大家好，我是浪琴啊！浪琴最出名咧，就梗係即係名匠系列啦 ，Master Collection 啦，咁樣白面有黑面啦。嗱，黑面咧通常咧佢就唔係咁嘅，通常佢就係一個羅馬字啊嘛。咁白面咧就係咁嘅樣噶啦，一隻即係寶機字啊。咁啊見到有啲釘紋式嘅設計啦，普通一隻齋錶三針都萬送啲蚊啦。咁今日揾一隻又係浪琴嘅名匠啊！一樣啊，基本上，但是呢不是普通三針，它是一隻 World Timer， 世界時間，真的世界時間來的，個圈自己識行的，基本上就，那你看到呢，中間那一格呢，就是動那個 Time Zone 啊，自己拆那個小時針那個時距了，並且呢，如果支針行呢，那個盤呢，裡面的盤呢，都跟著去轉的，那啊，兩行主要世界時間在外面了，那隻錶就剛剛好的了，不大不小的了，38.5 size 啊，嗱，公價係唔使20,000嘅，19,700，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都係超準價噶啦，13,750蚊，每口叫50蚊。嗱，full set 嘅，有盒有證啦，香港行貨嚟嘅。咁啊，見到世界時間嘅做法咧，我及到一樣好有趣嘢喎，原來咧佢係有香港寫樣度喎，因為佢係兩排噶嘛。咁但係咧喺嗰個香港嘅後面咧。又整咗個 Beijing 喎，咁但係我覺得咧，即係就咁正路咁睇咧 ，Tokyo 嗰個位就係對入去咧，係香港嘅，其實就咁啊一個好有趣嘅做法啦，咁樣都唔知點解佢咁做啦，咁樣，咁啊亦都係呢只咁嘅藍白嘅配置啦，就係 represent 嗰個黑色同埋夜晚啦，咁呢種藍白色嘅配置咧，咁亦都咧嗰個藍色咧同嗰個藍鋼針，即係唔會搞到好似好多顏色好複雜咁嘅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呢條片的留言區落價啦，每口叫價是50蚊啦，即係底價加50啦，現金價，並且係要需要到銅鑼灣的門市同阿 Chris 交收嘅，多謝各位。